我现在站的所在是东京表参道，顶管那家是杯尊。这条桥叫做五连桥，就是奥运那五连啊。表参道是日本现代建筑大师的竞技场。而且发现一间台湾宾馆来开的 Ice Monster， 哎呦，台湾之光呢！看起来生意阁袂歹哦，赚啊，不赖钱。赞啦，多谢收看。